这个应用程式主要是结合了分享平台和游戏两大元素。透过分享平台，同学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分享给家人、老师或者朋友。而我们这个应用程式主要是针对三种 SEN 的学童，第一是自闭症，第二是过度活跃症，第三是患有读写障碍的学童。这个应用程式是希望 SEN 的学童可以用自己较为擅长的图像去表达心中所想。 Think Paint Share 是一个简单便捷的绘画和文字平台，同学可以用大小不同的画笔和颜色去绘画，同时亦都可以将你的画作 share 出去各大的社交媒体。透过观看和回应学童的分享，他们可以学习了解他人的处境，而家长亦都可以找到适当的鼓励和支持，培养学童正面的思想。第二，这个 app 上面的游戏是希望可以针对 SEN 学童能力上面的不足。我们希望用有趣的游戏帮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动力。第一个游戏叫 Star Catchers，这个应用程式是用积分系统连结游戏，只要学童成功地追捕星星就可以获得积分，以鼓励学童继续以游戏的方式去改善自己，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灵敏度和专注力，令到他们更加集中。第二个是记忆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分为三个不同难度的等级，我们会随机抽取三种、五种或者七种的颜色，而同学需要在限时之内找到相应的颜色，并在15个色块里面选取正确的色块配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积分，也都藉此吸引学童，推动他们继续主动地抒发自己的情绪和感想。